各位的朋友、兄弟姐妹平安，欢迎大家参加救恩精神教会福建主日敬拜。平安就是福，真正的平安是一种赢过苦难、唔惊天地动荡的平安，就是平安的王耶稣所留落来的平安。今日选读经文是第诗篇99篇第9节。恁要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在伊的圣山跪拜，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。咱来同心祈祷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你的恩光充满全地，阮要大声来唱歌，歌颂你的圣尊名。阮将今早起的敬拜归乎你，愿耶和华阮的上帝欢喜接纳。祈祷是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咱要提起耶和华上帝的名，信靠耶和华的人永无摇动。信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是锡安山。
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台，义人走入去就得到安稳。上帝是咱人的避难所，上帝是咱人的避难所，是咱人的力量，是咱人的欢乐中随时的帮助。上帝是咱人的避难所，感谢天父上帝，阮大观人的主时刻保护引带阮一生的路途。你是阮患难中力量，随时的帮站，坚固的避难所。愿你的名成做阮平安的来源，愿你的名在阮内面成做阮大起来的盼望。阿门。Thank you.
咱这个圣诗经文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圣经头到这，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大家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，咱来做一个祈祷。听管的主，管来感谢俄罗斯，感谢你继续来看看咱、锻炼咱，感谢你现在今天有安尼款真正水的一时间，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俄罗斯，会来合适的回顾，管信心继续来帮助咱，开咱属灵的耳根，咱的属灵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叫阮会来将主的回顾啊，放放在放在咱一个心内，叫主的回顾，正做咱大家生活的一个帮助，加添咱的快乐，加添咱的信心。咱安尼款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过经过了一个受难罪，经过了一个耶稣的一个复活罪，咱今日都当来看啊，圣经啊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所在啊，讲到伊背后啊，咱来算落来来讲的，就是今日主耶稣甲咱讲的，就是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你这边咱拢会知影，耶稣有十二门徒哦，其中诶，这个两门徒就是一个雅各加一个约翰，或者雅各加一个约翰的因哦，诶，真正有一个野心诶，这个人啊，伊真正会使讲真正会自私自我诶，中心诶，这个人，伊常常比如伊来辩论哈，敌人伊来哈，伫耶稣把这块天堂诶所在，伫耶稣这班耶稣的正手，甲耶稣的这倒手，啊，因拢了拢常常会来去辩论，啊，伫因耶稣的十字门徒的这中间，啊，即阵乃是会来做头，啊，因啊常常就是安尼款会来去查，啊，并且咧哈，伊就只要甲耶稣，看耶稣咧看了，咱伫这十字的门徒的这中间，那是上顶的优秀的这人哈，所以因做咧啊，伫你记忆内面，你应该啊，将咱放伫你正手甲你的左手，因为这边等耶稣啊，相信可能一听到啊，这两个门徒。常常会来伫这按着这方面来辩论的这时阵咧，啊，伊阵吼讲了，可能伊就讲了一句话，伊就讲到吼，温柔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伊爱承受这个土地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什么叫做温柔的人？啊，温柔的人唔是只讲啊，直接软弱的人。温柔的人也唔是讲一个真正诶无骨气的人，常常去受人这个欺负的这个人，不是兄弟姊妹，反倒当咧兄弟姊妹，啊，温柔的人是怎样的这个人咧？温柔的人是会晓得会来感恩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会知影一切所有的，伊就阵正做怎样的这个人咧，拢是上帝的恩典，伊就伊愿意会来放落伊家己，放落伊家己管辖，会来行好，伫上帝的这个旨意的内边，会知影上帝会叫。帮助互相的效力，叫听上帝的人会来得到益处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当圣经内面讲到温柔的人，就是温柔，不是一款的软弱，温柔乃是一款的贵啦。啊，真正一只会马安尼款，兄弟姊妹，一只野马啊，这野马那是无有受到训练的时阵呢，你看到哈、啊，这野马伊真正有力，你那是无来受到训练哈，无、啊、人会来控制伊，当无人会来控制伊，真正这是只野马时阵呢，那兄弟姊妹啊，无人会来输赢伊，但是那是一只马。啊，会来受到训练，行去主人去了训练，哦，然后咧，哦，你看到伊做伊主人做会使，行伊会来做真多诶，这个代志，兄弟姊妹，你看到圣经内面所讲的温柔的人就是安尼款，咱亲像一只还未相信耶稣的时阵，咱亲像一只会野马安尼款，但是等咱会来明白上帝、明白耶稣的这时阵咧，咱幸福在上帝的这旨意内面，咱有上帝会来、会来掌管咱的性命啊！咱愿意会来帮助咱家己，将咱的性命，将咱大家人哈，咱几个人拢会来交托地主的手中。安尼款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就会来属于咱。
但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咱看到耶稣就为咱做了真正好的一个榜样。咱看到当耶稣被掠的一面的时阵，有真多有这兵来掠伊吼，伊问大家做一定，耶稣做甚物呢？耶稣甲我一定讲哈，你放我下一个门徒去哈，你放我门，你卖掠伊哈，我甘我甘心的哦，会来对你，会来去，会行。所以因主拢看到耶稣无有来挣扎，啊，耶稣无挣扎，伊乃是真的，但掠伊时阵，伊真正甘心乐意，会来对管下一个兵罗马的兵啊被掠。所以因主咧，等伊掠了以后咧，兄弟姊妹咱看到，啊，伊去到比拉多的一个所在，伊必然会来欺负，啊，必然怎样咧，会来用假的见证来控告伊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第一时阵，啊，耶稣会使请这个女主来为伊来去辩护，但是咧，咱看到啊，伊无。伊无安尼看，虽然伊无罪，虽然比拉多罪未到伊的罪，所以因做咧，侬看咧，伊会使啊讲伊家己，但是侬看咧，耶稣无有会来去出声，所以圣经会袂去甲人讲啊。当耶稣就遇到受人来拍，受人会来见笑以后咧，因主哦将伊会来定办十字架顶，第十字架顶的时阵，真多人会来去看伊。并且有传的人反对伊的人，啊，伊就笑耶稣，啊，讲讲伊这个人救了别个人，但是伊却无变，伊来救伊家己。那是伊是以色列的王，伊会使即阵对这个十字架的顶面落来，咱就会来去相信伊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看了啊，第十字架顶，当主耶稣第十字架顶，为着咱的罪。比第三十字架顶上啦，咱来见笑，咱来会来，会来创第一是无？兄弟这边是无吼？耶稣有变第一时阵，对十字架顶落来无？有变是无？咱看咧，伊就爱祈求天父，伊就爱吼，伊就天父就爱差派啊，差遣我诶天使来到伊诶中间来帮助你，但是耶稣无安尼款咧来做，那是耶稣安尼款咧做，兄弟这边。咱就无有关的一个救恩，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第一的一个所在，啊，无有出声的，是无吼，伊愿意会来行好，伊会知影，失败是一个，是上帝的天父的一个意思，比如爱伊最诚挚救恩，会来拯救所有人。所以因主兄弟姊妹的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就真正愿意。相比之下，特别的领受这一切的这个受苦，所以你看了，对上帝话语，菲律宾的人讲啊，但讲是咪耶稣吼，伊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无坚持甲上帝平等的一个地位，反倒当伊变康伊家己食了一个萝卜的一个形象啊，并且为着啊，咱会来示范第十字架顶，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道哦，耶稣的这个强逼。耶稣的一个温柔，耶稣将伊伊家己的一个主权放入来，啊，将伊来交托伫天父的一个时阵，兄弟姊妹一拜，一个牧师，啊，一个受着必备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牧师，啊，伊就读了一段经文，就是一个罗马的批第十二章第一节讲，兄弟啊，咱来凭着上帝的主爱，咱来将咱的身体献上，也做一个活祭。啊，是上帝是理所当然，是上帝所预计的。一个兄弟姊妹，等伊下界讲讲，什么叫做将咱家己下来献上呢？啊，常常咱看到个新的一年内面，咱就食上个白纸，咱做第一所在写啊，伫上帝面前来立志，甲上帝讲，是无啊？今年我爱为主做什么？我爱读圣经这边，我爱来奉献偌济一堆啊，我爱常常下来记咱讲了一块物件，咱就得。会卡来签这个名来向上帝哦，上帝这是咱今日来做，讲这个牧师讲这是唔对的。正会幸福在上帝的面前是怎样的？就像咱就了一张的白纸呢，在咱这张白纸的面呢，就写了啊，就签了咱的名，并且将这白纸呢，咱签了名，而且白纸呢，交办在主的这手中，让上帝在咱的主来写的这。被主爱里面，咱爱做什么的物件，咱就会来去照上帝的意思来讲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就是温柔的能力。
这温柔的人，唔是爱习惯，伊会来放落咱家己，放落咱的主权，将咱的性命的主权交托伫上帝的一个手中啊。然后，让上帝会来带领咱。等咱是安尼款，会温柔的人，上帝会维护应允咱，咱是有福气的嘛。咱就爱来寻求这个哦，对，咱感谢来温主，求主帮助咱，会来正做这个温柔的人。咱做神会来祈祷，点关的主，关来感谢你的维护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行咱会来合适的维护，求主来帮助咱，会来不断做一个听道的人，来做一个行道的人。帮助咱会来做一温柔的人，但愿伊帮助咱的主管，但愿伊来含好地主的这主管的内面，叫主会来达达日，引传锻炼咱的生命，好叫阮会来正做一个蒙福的人。但安尼看你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听道的人，愿主继续赐福咱，伊会平安。咱的上帝留心听你的祈祷，愿意顾念你的心思。愿咱的上帝会恩惠亲像灯牌，四面保护你。愿咱的上帝照伊恩光的丰富，伫基督耶稣内，叫咱所需要的一切拢充足，对祂祈祷永永远远。阿门。
后期个聚会。Thank you.